要看医生哦。可是啊，你们看，大家都已经长高，变成大人去工作了耶。你来看看长颈鹿变成了什么？农夫。农夫，那谁变成了警察？熊猫。熊猫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谁变成了奥运选手？小狗。那小猫咪变成什么啦？兔子。那有人知道米老妹妹变成什么了？芭蕾舞者。那谁是太空？帮野狼哥哥整理房间好不好？好，那先请小朋友们坐得靠近一点点。